在讲他们要的那种感受。OK， 你哥吧，欢迎收看铁牛跟挺挺的频道。妹妹在玩嘎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来抽一番赏，很久没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衣服一样。我们刚从华山泡泡玛特展结束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直冲地下街。今天是一整天的放风日，很舒服。我跟婷婷来了，玩具一哥台北站前地下街。那今天要抽哪一套？你看。要说七龙珠啊，好硬哦，难怪盛平不喜欢躺。对啊，对，抱小孩，盛平很讨厌给我这样直立抱，这样都会哭啊。太硬。哎，请问这件还有吗？这件 X Rage 的，打一下广告，没了，开卖一个小时扫空，谢谢各位对 X Rage 的支持。零设计的连老婆都穿不到，我想帮婷婷下单，来不及了，空了。没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有这个机会，老公再多留一件。你为什么要流汗？我紧张啊。然后今天要抽的呢，看到我穿这个就知道，要抽有关于七龙珠的。围赏是红神龙，然后异星龙特别出来，七龙珠 GT 的。所以老公这次目标很简单，这个开头好长。哎，你就记他围赏红神龙，老公想要异星龙，而且我本来以为异星龙是小只，它是大只的，直接进去抽。还没抽就流那么多汗，很紧张哦。说出你的愿望，你想要抽谁？小西鲁。奇怪，小西鲁超可爱。为什么你要小西鲁啊？最可爱啊！真的假的？里面最可爱。你上次也挑什么蔬菜人？小西鲁有圣品的感觉。要异星龙，然后这个围赏红神龙，对不对？老公会包牌，你放心。会不会你要这个？哎，超贵的，包牌要买两万。哇！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单纯又暴力，然后欢迎我们的店长老史。对，史是史丹利的史。不要想歪了哦！谢谢店长，我们开抽了。哎，那这一套很多人抽吗？蛮多人抽的。哎，你的一星龙好大只哦！对呀，一只而已哦，一只而已哦。Oh my god！ 哎，全部都一只哎！我们最近一番场都这样，只有小细鲁有两只。那怎么办？感觉我们都会又落在这边。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天是铁牛去摆一个什么市集，然后全部都是一番手，都是杯子跟毛巾。啊、那这个是全新的，老婆开局。我要开局哦。对，我手会抖哎，因为我真的中意新闻的话，我会觉得。你不是叫我开局吗？哦，对。那你还一直拿你无悔之手。都一只很难呢，这个好了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心无所求也是一件好事。啊，你太假了啦！你的第一个反应很低，是不是？很下面。没有哦，很下面是不是？对，是下面三个里面的最高。那我猜最高哦，这个。对，你抽到 H 有杯子，杯子可以选吗？不能选。哦 ，Yes， 不能选。屁啦！很尴尬，而且还跟你对决，对，你们都没有任何一点声音。对，盘子，我们的酱油碟也太多了。这不是，哎，是酱油碟的吗？看起来应该是小盘子，哦，蛮长的，那是可以放煎，可以放煎饺用的。哦，不错啊。我们有酱油碟，现在又有煎饺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帅哎。这一次你打算几抽为止？还是要抽到异性？我觉得不要抽到异性为止，我觉得现在有孩子。帮他留点奶粉跟尿布钱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讲，你还是会抽到有为止啊。你要不要一开始就直接讲？每次我讲的自己心无所求，最后还不是欲望大爆开？不然到时候这边就会出现那个 FB 那个，请问谁有一星龙？雅琪抓到我套路了，我就直接上网搜。来，再来，老史想要玩玩看吗？没关系。如果大奖从你手上送出去，你会难过吗？还是还好？我会很开心。Okay.老史，这第一次见面了嘞，觉得不错。你自己拿了几张？我拿两张。这个，这是老史的。好，我们要开给老史看，先给你们看哦。这老史的，老史的 Dragon Ball，
毛巾不错，那不会不会，让我们更有正常发挥。好，那这张算老师的钱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富人不好意思，贱内贱内，讲话不中听啊。好，来换老婆，对不对？你要演吗？好，我来演。哇！哦，好啦，好啦，毛巾。嘿，这样子，你找到了。哦，你们看了？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先看吗？真的这么快就看了？算了啦，我觉得抽开心就好了。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网络去找，应该有的人会很想要抽别的，他会拿我跟他买异性的钱，他拿去买他想要买的，这是一种轮转。大猿猴，哎，咚咚咚咚咚，你是不是很想要吃尖角？长金高。可不可以抽你一口？小金糕，老弟呢？你已经可以吃四盘饺子。哎，你们要不要过年不要送红包，就送盘子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雅琪抽吧，好，给雅琪抽。运不好的时候，就是雅琪登场的时候了。我拿哪一抽？我都可以啊。好，随便啊，我不知道。这个就会站在边边了。J， 这个是站在边边的哦。那我好，哎，再吃一盘饺子啊！我想到了，那个 YouTube 跟电视机还有电脑前面的你们，麻烦把手举起来，灵气，这是悟空讲的啊。他有说过这句话吧？电视机前面的你们，有讲过吗？对，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这一张了。谢谢宇宙们，好。看一下，哎，你流好多汗哦。有一个就毛巾啦，毛巾一条。十抽了，好，一人五抽了，赶快结束这一切。嗯，五条了，一人五抽了，一人三抽了，三。我觉得当父亲以后啊，你会觉得再也没有伍家伟这个人了，也再也没有胡廷明这个人。那你是谁？我是盛平的爸爸，我也只剩下盛平的妈妈，已经没有其他身份，没有什么。我现在抽这些，我也是给儿子啊。你又没有问过你儿子要不要？他搞不好喜欢美少女战士啊。那都给啊，对啊。不过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那你就买美少女战士啊。我全部都给。悠悠卡不是刷了吗？这么复杂，看不看不到？看不到了。好了，就这两。爆啊！爆了，爆了 J 了。对不起。周杰伦了，周杰伦来了。OK。现在有五条毛巾，我那我随便开一张配合你。啊，六条毛巾啊！来喽！那这打到了我已经。我就说吧，我就说下面会包，大家会非常开心。这一套变得非常有价值。我们把我们的尸体都铺在这里，快点把它抽完。好了，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了，今天就抽完就好了。哎，我好多口水巾哦。哎，这也可以拿来当口水巾。对啊，盛平的口水巾。对啊，都很高级哦。都很高级。他去学校说，我长大的时候都是我爸抽给我一番赏那些口水巾来弄。用这个来交朋友。以后就是你看哪一个不错，你就给这个说，哎，华强来啊，这条给你啊，我爸收走，我爸送的。啊，不是啊，是一盘饺子。一直中奖，其实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出现了第九位勇者。啊，不是，哎，这是一个人哦，是一个盘子。Oh my god， 很惨哎，超级惨。我们剩五张，就是23抽，我们平常的传统。史上最惨。可是我们23抽，通常的前面几个都会至少包个两个。对。怎么那么惨啊？今天怎么那么惨？不抽公仔。人家不是说生完小孩运会很好吗？早就好过了，他现在活得多健康啊！这是第20张了。那没事，我们就回家帮他洗澡。好，帮他洗屁屁。哎，我真的会哭出来。欢迎拿到，我是海水浴场之王。这边拿一张好了。志哥，志哥，这样有点到。这个是给你抽一张。一条毛巾，一条毛巾可以哦。我衣服里面全部都是毛巾。没有没有，这来，我们去找路人朋友。有玩过一番赏吗？我是在这等你。哦，真的吗？
你可以帮我抽一抽，因为我在里面从来没有，我还没抽到大奖，对不对？一抽就可以，我运气也不是很好，没关系啦，不好就算你自己家。哎，我在里面早上买了好多毛巾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哎，靠背啊，什么？这什么？还是很好，不是，这是。因为我在里面没有抽到任何的奖项，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英文字。哎，那很好啊！我看它应该是模型啊，我看到。真的吗？你看，谢谢。我想要的。谢谢谢谢，你要进去买东西吗？因为我在给你拍照。哦，好，那先拍照，先拍什么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我姓什么？苏哥，我妈记。苏哥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来这边。潇洒的背景。没有，我是想跟你拍个照，因为从我运气没有。第三 G， 我卡是公长看到。那拍完照，加你。如神一般的苏哥。苏哥就这样子，弟弟要不要抽一张？抽一张。还可以，一个大进步。我们现在24了，最后进去抽一个25，我们就结束这个。哎，你真的欲望没有很深耶，我以为你会抽到有的。真的吗？仗势不太好。这样是不太好。哎，我们第一次一班长拿全部的奖。现在23。啊，已经到23了。就23了，就已经。大家可以看我们。哎，不然新的一年不要再23了，23是去年的事。去年的是不是？32吧。什么想法？OK， 就这个对不对？那你挑一张给我。那换我甩。好。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好运来。好 ，OK。今年就抽25，新的一年，我就开给大家是 Z 啦 ，Z 啦 ，Z 啦。屁啦！你要几条毛巾啦？啊，我就毛巾王嘛！几条毛巾啦？我们他还有中文呢。对啊，中文。嗯，好来，来3、2、1。谢谢大家。给你一个演戏的一个舞台。你哭了？你真的哭吗？假的啦。干！哎，那怎么办？这张还要吗？是啊，当自己家，真的当自己家。你等下想吃什么喝什么，来跟我讲。星巴克是我买，没有买一送一，我就买两杯，我就说我买一送一。你到底，你的态度也差太多了吧？H， 对对 H， 哎 H 是小杯杯，小杯杯。不错啊，好事成双，两个杯杯，上一个D。哎，这次真的不拖泥带水。结果一个是我要的，一个是你要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夫妻啊，夫妻同心，300公斤。该有的都有。这是什么？海底捞D。上次雅琴是海底捞D啊。好，非常开心。那我们等下去领奖项。嘿。拿完了，那今天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抱着贪婪的心态。我一放下贪念的时候，哎，原来善能量是在我身上，我们在流转之中。对，就这样非常开心，就是来到玩具一哥，然后新年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新大运，然后新年的第一抽哦 ，OK， 一般上运开心。我们原本还觉得我们这一年的一开始的那个运好像没有起来，这叫什么苦尽甘来？我们带孩子，是不是带到整个爆掉？对，这是苦尽甘来。对，就谢谢，谢谢命运之神送我一星龙。谢谢苏先生送我小西路。对对，然后也谢谢阿谢谢阿屎，对阿屎老屎阿屎。然后我们是在地下街站前店的玩具一哥。那因为这次公仔真的是不多啦，那我们底下留言，比如说啊，留一个新年话好了，跟老虎有关的，那我们就没有，就你起个头，虎虎生风，如虎添翼，已经讲完了，那还有吗？虎加虎威。五加五威，五加威，
因为这次大部分都毛巾，喜欢毛巾的再来留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哥。嘉伟来了，你手上怎么会多一个这个？这个是男人的浪漫。屁啊，我们没有抽，这是最后赏。这我去买。靠腰。买多少？我买代理版的，有比较便宜一点。啊，那是多少啊？$6高了。哎、欸，好，你很夸张哎！这是什么节目效果？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、欸。不是我要什么，我是想说真的算了啦。我刚刚是打从内心想说，那你从第一抽就一直抱这种心情抽，以后没有第一抽的时候，我讲真的，我蛮贪婪的。我心里面有跟自己讲说，如果没抽到一星龙，我不会离开，我被惩罚了。外面那个苏哥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好像这样想真的不对，因为苏哥刚刚一直心无所求。对啊，苏哥只想跟你拍照，他没有比脸好，谁要比脸好？